白了，你是因为没有词儿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你这样吧，你就把你这个征婚信息上面写的这个词儿、啊，你给大伙儿朗诵一遍，哎、这个行、哎，好不好？来，观众朋友们配合一下啊。哎十年前，老伴儿撇下我，喵么巧动的走了，孤独和寂寞，里楼歪斜，抓心挠肝的来了。单峰的日子，我五脊六兽、牵肠挂肚的老太太呀，你可别磨叽了，麻溜沙楞的来吧。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五五杂杂，破马张飞，共享人生繁华，养了二正，唱出心中的喜悦，五五轩轩，把握住青春的年华。我心中的老太太呀，让我们携手并肩，在黄昏恋的路上郁郁灼灼地向前，雇佣，雇佣，雇佣，行吧，叔叔挺好，挺好，哥你来一下，挺好，录的不错，不错，哥你来一下，雇佣的挺好啊，啥好啊？叔整的啥玩意儿啊？满嘴东北话，谁听得懂？啊？有没有点时尚的？就是你嫌他土了呗？太土了。不是兄弟，是这样啊！你说太时尚那玩意儿，我爸这岁数他不会啊。他不会，我俩给打个样不就完了吗？咱俩教他。对，行，这行。爸，你过来。啊。那个刚才这个吧，挺好啊。但是呢，就是子欣他觉得可能有点土，让你时尚一点。这么的，你站一边看会儿，好不好？啊。那个，我跟子欣呢，我们给你表演一下啊，你学我们，好不好？行行行。嗯，给。等等，你开始吧。猛塞，克拉猛卡，克拉猛塞，猛塞卡。这里是中国内部黑话，万兔万兔你的神话。克拉猛塞，克拉猛卡，咱俩有点臭不要脸了。啊、大地瓜，烤地瓜，怎么1块钱的能买仨？妈呀！咋了？什么玩意儿？你们这是啊？磕碜我呢？1块钱买仨的玩意儿，我连一个都没有啊！谁跟你说老伴儿1块钱？那什么玩意儿？不是那地瓜，那什么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？不是你俩这说，哎呦我的妈，这要疯了，啥意思？不是就时尚的节奏吗、哎？对，你们这叫时尚啊？对啊，郑重宣布，你们这种时尚上星期六过期了。你还有别的吗？是我跟你现在的时尚啊，又流行了一个新的。我一说就有掌声，啥呀？滑板鞋。滑板鞋你会吗？我会吗？我都带来了，你看看。你这哪是滑板鞋？你这不快板书吗？你这个东西，我跟你说，这就是时尚。这玩意儿都我玩的。这也不时尚啊，这玩意儿。你这会儿加点新元素，它就是时尚。不是新元素，咱来着，能行吗？走着，来。嗯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are you ready? Put your hands up! Come on!是我都已忘记，看吧，昨天晚上我的儿子问我怎么不开心，我说在我心目中有个老太太，我的老太太她是时尚又时尚，洗衣做饭煎炒烹炸样样全都棒，看吧，春天我带她上山去赏花，夏天我抡起来膀子为她扇扇子，中秋节咱吃月饼是边吃边掉叉，冬天我带他出去打出溜滑，打出溜滑，我打出溜滑，
像小孙燕的冰面上打出溜滑，咱是摩擦一摩擦，呵，刷刷一刷刷，哎，啪啪一啪啪，哎呀，好，这太时尚了，咱就把这发网上去，发上网，太好了，爸啊，好日子就要到了啊，就这玩意儿能有回馈吗？肯定有，来信了啊，你看有老太太了，男的女的？老太太有男的了，还是个大夫呢。哎，这咋说的？你听，小伙子，就你爸这种精神病啊，我能治。不是大姨，我爸不是神经病啊。还是不什么神经病，拉倒吧。我还贴我这广告去吧。不是爸，你不能再贴那个了啊。爸，还追你哥不？会说不？爸，还追你爹不啊？追吧。哎呀。